周五华剧1989剧中两位女主角最近被感情烦到不行，想要甜甜蜜蜜，但总有别的事情出来弄。真正知道陈彻是未来人，担忧着两人的跨时代差距。雅娟与近亲的苦恋，在妈妈的阻挠下，根本就像逃不出如来神掌的孙悟空。这些编剧才能控制的事，关于幕后小组可能无法帮忙。但是关于两位女孩各自发展的三角恋，倒是可以请出这位来分忧。嗨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王心凌老师。你们应该有发现，王心凌老师是不出外景的，她今天第一次出来就是为了1989。哇，光看这个面相就知道她感情出了些状况。哪里？她面给我看。大概这里有一个纸。什么？好像是陈彻跟李小龙。为什么？我可以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中间要画一半吗？有虚线，好像有点失望。有虚线，你看陈彻，他其实平常是不太中分的。之所以我们会选这张照片，就是因为够丑，就是因为平常是蛮帅的，所以为了让他帅气感先回来，我们帮他把头发整理好。空气刘海吗？对，大概这样。然后从眉骨这边来看，他这边眉骨是有点起来的，可他这边运势还不错。他如果这整个眉骨可以补满，哇，整个夫妻宫是满的。然后再往下看。他眼袋的部分两边不平均，这边太深，这边太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他如果可以微调一下，那我觉得他运势会更好。现在到底算他运势还是什么？没有，从你来看到他的运势，因为如果今天身上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是不看他的，整个人不看。不是因为今天有你，为了我，对，我们才继续看。对，小龙的问题就比较大了。问题比较大。对，你看这边，他这个是嘴巴笑成这样，对吧？他是很苦命的一个男生。他在剧中，不管还是现实生活中，他一定是倒追女生，然后而且女生可能会对他没有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笑起来就是不开心。他就算想帮别人拍杂志，他还可能女生还不要，对不对？好准哦！好准哦！超准的！对，而且都白一些，你知道，好像很 man pose。对，就后来还是被干掉了。对他眉毛的眉形是比陈彻 OK 非常多的。你刚明明说陈彻的眉毛运势不错，他要补眉骨，刚刚没认真听。对，这个眉毛是 OK 到不行，发型也 OK， 他身材可是他的发型是永泽的发型，对，是很 OK。对，他这代表永泽就是洋葱，他就有一层一层让你有看到不同的面相的时候，这机会是非常，所以会一层一层剥开他的心。对，如果你愿意，他就是有可能的。财位的部分，双木林，如果给他一个木，他就是森林，他也不森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能会拥有一个小木屋。对，可是也不一定，因为你看陈彻，他这边有一亩田，每个人都有一亩田，而且他有水。对，可以看你今天是，例如说，你想要跟农夫交往，还是跟就是种树的交往，这两个人是要选的。这是很认真的。一亩田不可以是有。等一下，心理老师有点不高兴，他一直笑。我算命的时候没有客人在笑。对，他严肃。好，继续。然后呢？就是一亩田。请问哪位老师？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哎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。不要打扰我算命，你知道我三题400万吗？快，快，快！而且我看小龙他在未来的社会是有个立足点的，立足点，你看这边有个立。他站很稳，他站很稳，对，他是小栗，小栗子，他是我的栗子吗？苦恼了吗？吓到了？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当老师了。王心凌老师太糗了，竟然在真真面前语塞，安静长达3秒，差点砸了自己的招牌，赶紧换下一招。因为我看两个人的优势是不一样的，那既然今天想要知道你到底，未来有可能跟谁有最正确的发展？未来老公。对，那这些面相我们全部不看。拿这个来干嘛？我们要抽签决定。王心凌老师出奇招制胜，但是这不知道是不是天机的天机一展不能泄露，抽签结果先自行想象，因为王心凌老师得赶快接下一张单。就是因为完全没跟我说你很需要算命。为什么？从我哪里硬逃？因为遇到一些感情上的三角形题，因为我们想说给你一个 good answer， 可是前提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？我是要收费的。那我不用了，谢谢。不行不行。感情上，嗯，
感情太顺遂了。嗯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顺利，有点怪怪的。有吗？你刚刚不才刚哭过啊？对，睁眼说瞎话。他回答到他真实的感情状况。哎呀，他就乱讲。不是，距离的距离的。发抖。你目前跟哪一个比较好啊？你自己心里面。目前啊。其实你是跟近期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在状况感情的部分，可是我跟他的感情是那种很像哥们啊。像哥哥对妹妹，然后很多心事其实也都会问他，或者是他来解救我。哦，对，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小段你什么？心事的部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的眉心就有两颗心，所以呢，其实他就是你心灵上的一个知己。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有点问题在，因为我发现最近中恩他默默的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行为出现了，有类似就是笑完之后突然间，好可怕，观众都看着发抖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其实用命盘也有看出来，因为其实大家会以为他是一个大星的人，然后可是就是他，你看大家会以为他是大星的人哦，是，可是他有大星有中星，他的脸就是小星脸，可不可怕？可是相对近期，可是近期也有一个小缺点，它的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近期是有一些国外的感觉，国外的感觉，什么国外的感觉？那是什么 ？H 这边，这边是 I， 然后这边是这边是什么 ？C， 然后 E 就是 High 的，它整个人多起来了。真的很神，是不是？他曾经有在你重要需要他的时候躲起来过一阵雨，是很长哎。从我们大学时期，常常遇到一些事情，他就会躲起来，然后他就会跳出来，对，跟我讲一些心里话。对，我们还要看脸，看脸还可以。你看出来什么不一样？我们这个中心线，左右脸这边歪了，对，稍微歪了一点点，我们把它矫正。然后看这嘴唇太薄，我觉得他去稍稍封唇一下，他的运势会整个起来，整个起来。然后你看他眼睛，眼袋太深了。如果他眼袋可以再浮起来一点点，但他真的没有眼袋。你们没有看到的，这种是老师才看到啊。你看中恩，中恩这边厉害多了，他这边太瘦了。三横一竖是什么？王吗？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看他这个中恩的脸，老实。为什么哪里？因为他笑起来，然后这边不会上也不会下，他是平的，所以不平的是老实。对，嘴巴平的就是老实，他耳朵是对齐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哎，这边耳朵在。对，他的是对齐到一个不行，他左右两边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你从这边看过去，这边看过来，他是很完整的，就是到底有没有骗局，我们不知道。王心凌老师首次外出穿越到1989，帮雅娟以及珍珍找感情出口，一秒计价给的意见有没有帮助呢？下周请继续锁定悬疑到不行的幕后新职集喽！完全娱乐，王心凌老师竟然没有空气刘海，独家报道哦。